大家好，我叫 Frank， 我是英国人，我来中国工作，我是音乐家崔元浩，我住在北京，这个城市很棒，有非常多的好吃的，还有丰厚的历史。学习中文非常难，但是你跟那个中国人有一个成功的对话的时候，很爽。所以比赛加油。 Hello, my name is Shi Yi. Ich bin Percussionist und ich arbeite bei China Orchestra Academy. Chinesisch ist eine internationale Sprache geworden. Immer mehr Menschen mögen die chinesische Kultur und ich freue mich sehr darüber, dass Sie eine von Ihnen sind. Viel Erfolg! 加油！大家好，我叫孙悦，我是一名打击乐专业学生，现在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二年级。我非常喜欢北京这座城市，希望你们可以比赛顺利，然后来北京找我玩。嗨，大家好，我叫刘亚飞，伊希海瑟亚飞，我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我的专业是打击乐 percussion。刚刚那首曲子是由我个人创作，这首曲子呢，我们融入了中国特别经典的一首曲子《万泉河水清又清》的主旋律，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预祝这届汉语桥比赛可以圆满成功，祝大家加油！